Baby 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哈哈，嗨，你好，乐乐。嗨，阿姨们好，乐乐好可爱呀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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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我是山顶的小主人，圆圆的小脸蛋大家都喜欢，捏捏戳戳捏捏捏，感觉怪怪不舒服，勇敢的说不。No no no。虽然我害羞也可以说不。不，我是山顶的小主人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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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要碰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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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舒服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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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要碰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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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喜欢。我是山体的小主人，肥肥的小肚肚大家都喜欢，咕叽咕叽咕叽咕，感觉怪怪不舒服。欢迎来到医生体验区。医生，咪咪，等等，要先换上医生的装扮哦。哎，我差点忘了。啊，医生变身。哎，我是咪咪小医生。医生会在自己的衣服外面套上白色长袍。医生的工作是帮病人看病治疗。咪咪，你知道怎么使用这些工具吗？我知道，耳温枪可以测量体温。哦，还有这个是……这是听诊器，可以听心脏和肺部的声音。哇！还有压舌板，可以检查喉咙。我学会使用这些工具了。医生职业体验开始喽！住院医生开始工作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我是住急救警报突然响起，医生快快去
声快快去检查，我来啦！情况紧急，检查身体，解除安全警报，放心，一切没问题。不能乱按紧急呼叫铃。急救警报突然响起，医生快快去检查，我来啦！你要好好休息哦。医生职业体验真好玩，除了住院医生，还有很多不同科别的医生哦。小朋友最常碰到的医生有小儿科医生，需要检查牙齿时会去找牙科医生，有视力或眼睛问题时会找眼科医生。医生的工作可以帮助很多人，真厉害。没错，医生职业体验任务完成。肚子好疼啊。小朋友，闹闹生病了，可以找谁帮忙呢？建筑师、消防员、医生。医生，你答对了吗？医生的工作是帮病人看病、治疗。恭喜你获得医生勋章！耶！嘿嘿，啊，哇！我想当警察。叮叮，欢迎来到警察体验区。琪琪警察来报道。琪琪警察，你好，请换上警察的服装。哦，好。哇！警察变身。是琪琪警察，你看我穿警察制服是不是很帅？琪琪警察真帅。警察在工作时会穿着警服，头戴警帽，他们有一些常用的装备，对讲机可以跟同事保持联系，还有手铐、警棍、警枪、警哨，这些在追捕犯人时可以派上用场。琪琪警察已经准备好保护大家，警察职业体验开始喽！哦，哇！哦啊！我是警察，我是警察，穿上帅气的警服，戴上警察的装备。啊！棒的警察，我是警察，我是警察，保护大家的安全，遇到困难请找我。好，谢谢你警察先生。我是最棒的警察，我是警察，我是警察，保护大家的安全，遇到困难请找我。
警察职业体验真好玩。不同类型的警察会执行不同的任务哦。乘警负责旅客列车、轮船治安，交通警察负责维护交通安全，空警负责维护秩序，保护飞机上人员的安全。哇，原来警察有不同种类啊，真有趣。警察职业体验任务完成。大灰狼，别跑。小朋友，警察出任务时会用到什么装备呢？擀面杖、警哨、工程帽。警哨，你答对了吗？警察出任务时，吹哨可以提醒路人有紧急状况，要小心安全。恭喜你获得警察勋章。耶！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你知道在公共场所也需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隐私安全吗？隐私安全？是的，也请小朋友找爸爸妈妈一起观看影片，来认识为什么公共场所要注意隐私吧。搭地铁有人靠近，千万要小心。搭地铁有人靠近，千万要小心。一个大大的声音一直跟着你，一个大大的声音一直跟着你。公共场所保护身体，私密部位不要被触碰。公共场所脱衣服不要这样做，公共场所脱衣服不要这样做，身体私密部位不要露出来，身体私密部位不要露出来。要去厕所，公共场所保护身体，私密部位不要露出来。更衣室里换衣服也需要小心，更衣室里换裤裤也需要小心。一双大大的眼睛偷偷地盯着你，一双大大的眼睛偷偷地盯着你。公共场所保护身体，私密部位不要被看见。在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个人隐私安全，不要随便露出私密部位。如果遇到偷拍爸爸妈妈说说看，公共场所还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吧。
心有细菌，小心有细菌，小心有细菌。Wait, wait, 需要洗手吗 ？Sure, 需要冲水吗 ？Sure, 小心有细菌。Be careful。好吵哦！哼，一起来玩吧，一起来玩吧，一起来玩吧 ！Hurry, hurry！谢谢光临，我很厉害哦，一个人帮妈妈跑腿买东西。拜拜，拜拜。啪嗒啪嗒，稀稀疏疏。啪嗒啪嗒，稀稀疏疏。啪嗒啪嗒，稀稀疏疏。奇怪的脚步声一路跟着我，跑跑跑跑甩开它，脚步声又出现。奇怪的人别过来，奇怪的人跟着我，该怎么办呢？稀稀疏疏，稀稀疏疏，啪嗒啪嗒，快跑开。啪嗒啪嗒，稀稀疏疏。啪嗒啪嗒，稀稀疏疏。啪嗒啪嗒，稀稀疏疏。奇怪的脚步声一路跟着我，加快脚步转个弯，赶快躲进商店，请大人帮帮忙。好像安全了，可以离开了。稀稀疏疏，稀稀疏疏，稀稀疏疏又出现。奇怪的脚步声一路跟着我，保持冷静不慌张，快快走到人群，奇怪的人不见了，现在可以回家啦。啪嗒啪嗒，啪嗒啪嗒，啪嗒啪嗒，快回家。要刷卡才能过去哦。列车啦啦啦啦啦，在长长夜的跑呀跑，大声喊我比较快，咕哩咕哩咕哩好痛呀。搭地铁要注意安全，慢慢走，站在黄线后。不不不，推荐要排队，上
上车时要小心脚下哦。列车前进 go go go， 靠在宽宽的车门上，嘿嘿嘿，芝麻开门，咕哩咕哩咕哩，好痛啊。搭地铁要注意安全，列车车门开开关关，不不不要依靠车门，这样很容易受伤哦。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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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列车前进 go go go， 在长长车厢跑呀跑，大声喊你抓不到我，咕哩咕哩咕哩真好玩。搭地铁要注意安全，列车行驶摇摇晃晃，不不不在车厢奔跑，要坐好才不会受伤哟。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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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列车前进 go go go， 爬上高高的扶手杆，大声喊看我的厉害，咕哩咕哩咕哩真好玩。搭地铁要注意安全，列车行驶摇摇晃晃，不不不要爬扶手杆，要坐好才不会受伤哟。我是加油机器人，警车警车开过来，我来帮帮你。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咕，咕噜咕噜咕噜咕，油箱油箱加满了。谢谢你。警车警车 ，Wee oh Wee oh Wee oh， 警车警车 ，Wee oh Wee oh Wee。我是加油机器人，救护车救护车开过来，我来帮帮你。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咕，咕噜咕噜咕噜咕，油箱油箱加满了。太好了，救护车救护车，喂哟喂哟喂哟，救护车救护车。欢迎来到加油站，我是加油机器人，消防车消防车开过来，我来帮帮你。前方失火，麻烦快点。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咕，咕噜咕噜咕噜咕，油箱油箱加满了，快快出动。消防车消防车，你拿你拿吼吼吼，我是加油机器人，汽车汽车开过来，请帮帮忙，车车没有冰淇淋。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咕，咕噜咕噜咕噜咕，冰淇淋冰淇淋加满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爱我的妈妈，啦啦啦啦，我
个神奇妈妈，在我生病不舒服时，会变成厉害的医生，让痛痛全部都不见。我有一个神奇妈妈，在我肚子咕咕叫时，会变成厉害的厨师，为我准备美味点心。我有一个神奇妈妈，在我无聊想玩耍时，会变成厉害魔术师，变出好多好多惊喜。我有一个神奇妈妈，在我遇到大麻烦时，会变成厉害的超人，为我解决所有困难。我有一个神奇妈妈，在我身边照顾着我，世界上最棒的妈妈，我们要帮我扎一下。乐乐，这里有好玩的玩具，哇，我们一起来玩吧。巴拉巴拉巴，好玩的玩具，巴拉巴拉，这里找一找，巴拉巴拉巴，要选哪一个？巴拉巴拉巴，就是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噜噜啦啦，我们是厉害小英雄。噜噜啦啦，看我们打败大怪物。大怪物，我不怕大怪物。呼哈呼哈呼哈，看我的厉害！咻咻咻咻咻咻，我的脚受伤了，疼疼疼疼疼疼。不是玩具，这是爸爸的工具，不能玩，我们把它放回去吧。巴拉巴拉巴，好玩的玩具，这里找一找。巴拉巴拉巴，要选哪一个？就要这一个，没有尖尖的脚。噜噜啦啦，我们是勇敢消防员。噜噜啦啦，看我们灭掉大火吧。快灭火，上面大火喷一喷，哦耶哦耶哦耶，下面大火喷一喷，耶耶耶耶耶耶，这个味道好难闻，臭臭臭臭臭臭，喷出臭臭的味道，这个不是玩具，这是杀虫喷雾，不能玩，只能用来消灭害虫哦。巴拉巴拉巴，好玩的玩具，这里找一找，巴拉巴拉巴，要选哪一个？就要这一个，没有臭臭的味道。噜噜啦啦，我们是警察和小偷。噜噜啦啦，和我们一起来玩吧，抓住你，站住不要跑，嘿嘿嘿嘿哟，你抓不到我，嘿哟嘿哟嘿。是玩具。哎
头上很危险。那些呀，不是玩具，都不能玩。这才是你们的玩具。双城，别乱跑！爸爸，爸爸，我们想吃冰淇淋。好。冰淇淋，冰淇淋！乐乐，快看！哇，玩具店！选哪种呢？好多玩具啊！冰淇淋来了！哦，秘密，乐乐，秘密，乐乐！哦，嘿，姐姐，好大的恐龙！哇！乐乐，秘密。我们该回去找爸爸了。爸爸，那边有家玩具店。爸爸呢？爸爸不见了。爸爸！是爸爸。小朋友，爸爸，爸爸，小朋友们，我不是你们的爸爸。我们还是回去等吧。怎么了，姐姐？我们迷路了。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找不到爸爸啦？真可怜。我知道你们的爸爸在哪里，我带你们去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姐姐，怎么还没看到爸爸？快了，快了。过了这个门就到了。好黑呀！爸爸呢？他就在里面，走吧。姐姐，我怕。我们不想走了。不要让你爸爸等急了。不要，我们不跟你走。这边。你们在这儿，你们跑不掉的。好好好。
看你们还往哪儿跑。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小朋友？救命啊！秘密，乐乐，那是我的孩子。可恶！谢谢你们了，不客气，孩子们没事就太好了，以后可不能乱跑了。对不起，我们保证再也不乱跑了。小朋友们，在商场里走丢了，可以找保安和工作人员求助，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，记住了吗？我们记住了。不给坏人任何机会。小夫，好痛啊！你们看，我发现了一颗蛋。啊！哇！这是彩蛋吗？我们快打开看看，搞不好里面有糖果饼干哟。你看，它不是彩蛋，那么它就是一个蛋宝宝喽。蛋宝宝要怎么照顾它呢？过来，嘿，蛋宝宝，蛋宝宝，让我照顾你，帮你画上各种可爱装饰。
我们走丢了，我们走丢了，我好害怕，呜呜呜 ，Oh no， 妈妈在哪里？不要害怕，我有办法，我们在这等一等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我们等一等。我们走丢了，我们走丢了，我好害怕，呜呜呜 ，Oh no， Oh no， 妈妈在哪里？不要害怕，我有办法，看看谁穿着制服。哈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们去找他。哦，请他帮忙。小朋友们，怎么了？我们走丢了，我们走丢了，请帮我们找妈妈。Oh no, oh no， 妈妈在哪里？小朋友们不要害怕，我帮你们找妈妈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你们跟我来。好，谢谢你。你们去哪里了？我们走丢了。是这位穿制服的阿姨帮助了我们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一定要跟紧妈妈哦。
车，吊车，吊车，伸出强壮的手臂，哒哒吊车。吊车，吊车，吊车，伸出弯弯的花手 ，Let's go, Let's go。嘿吼，嘿吼，嘿吼吼 ，Let's go, Let's go。嘿吼，嘿吼，吊车，吊车，吊车，吊起重重的货物 ，Let's go, Let's go。终于完成了，你今天真棒。